呢一本书将上帝伟大嘅救赎计划以童谣嘅形式一气呵成咁呈现出嚟，富有诗味，充满韵律，小朋友朗朗上口，好容易就记得晒圣经嘅内容啦。如我们所见，过了没多久，亚当夏娃犯错后，一年年过去，世界乱糟糟，人向上帝说不，却向邪恶说好，上帝愤怒又伤心，唯一人使他欢欣。有一天，上帝说：挪亚啊，造方舟，洪水猛烈不停下，我必救你和一家。众人带孩子来到耶稣前求祝福，摸一摸，门徒却心想要求实太多，他们把孩子赶走，别打扰老师，快点走，别逗留。耶稣看见真气愤，孩子不要了，否则我难过，孩子属于我的国。没有错，耶稣祝福小孩子大喜乐。汉语圣经协会呈现